我们的救主已经诞生了，他是先知所预言的和平君王。在这感恩祭中，让我们一起歌颂朝拜救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奇妙地创造了高贵的人性，更奇妙地恢复了人性的尊严。今天你的圣子降生，取了我们的人性，求你赏赐我们也能分享他的天主性。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门。
过来的书。在古时，天主曾多次并以各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他们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天主已立他为万有的继承者，并借着他创造了宇宙。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是天主本体的真相。他以大能的话造管万有。当他清除了世人的罪恶之后，便在高天之上坐在尊威者的右边。他的地位远比众天使崇高，因为天主所赐给他的名字远比天使的名字高贵。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呢？或者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呢？当天主派遣他的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又说天主所有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但是人竟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那些接受他的，即那些信他名字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天主的儿女。这些人出生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或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于是圣言成了人，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光荣，就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光荣，充满恩宠的真理。当时若翰为他作证，呼喊说：“这一位就是我所说过的，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就先我而有。”我们都分享了他丰富的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因为法律是借梅瑟颁布的，但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身为天主在父母怀里的独生子给我们讲述了。上主，这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神父开始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血气方刚。他说呢，他厌恶了这世俗的一切，于是呢，他呀，有一天他想要出家。他想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一座山上去做什么呢？去寻找天主。于是呢，他背了他的自己的包包，然后就一个人走上山上去了。他走了好长好长的路，然后已经是好几天了。在山中央，他遇见的另一个人是从山上下来的那一个人。他就是去问候他，但是呢，他并不跟他多说话，因为他并不想浪费时间，他希望呢能够赶路啊，多点时间，快点到达天上啊山上去。于是呢，他继续在赶路，在走了好多天的时候，终于他来到山顶上了。然后山顶上呢，给他看到了一个很老很老的一个老人，头发胡子都白了。然后于是呢，他告诉这个老人说：“你是天主是不是？终于给我找到你了，害我跑了这么老远的路程，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我终于看到天主了，在山上看到了天主。”那结果这个老年人怎么告诉他呢？说：“年轻人，我不是天主，天主在哪里呢？天主已经下山去了。然后你在山中央遇到的那个人呢，就是天主。但是呢，这年轻人因为忙着赶路，忙着他的眼睛被蒙瞎了，他错失了跟天主的交往，往上爬。”天主不在山上，天主已经下凡了，下到这个人世间去，跟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洛报福音告诉我们的。洛报福音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这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天主是这圣言。一切的起初呢，都跟天主同在，但是呢，这圣言成了人，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光荣，充满了恩宠真理，但是呢，人竟不认识他。我们的人呢，不认识天主。这个天主这个圣言来到世界上，
啊，但是这个世界呢，啊，这个人没有接受他，啊，但是我们接受他的，因着他的名字呢，赐给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因此成为天主的儿女。然后在我们跟耶稣基督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我们成了天主的儿女。那今天在弥撒当中有两个婴儿要临洗，临洗呢，我们知道我们换上新衣除去旧我呢，我们跟天主建立了关系，我们也是天主的儿女。我们每一位在这里坐着的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进教堂都会洒圣水，对不对？好，昨晚也圣水，画一个十字圣号，为什么？为什么要洒圣水？为什么要啊点圣水？这要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领过洗的教友，而我们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过洗的啊天主的儿女。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份，每一次来弥撒都是我们的印记啊！不要忘了，我们是天主的子女。那今天的福音啊，跟昨天晚上子夜弥撒的福音很明显的有很大的不一样。昨天晚上的福音是什么？美好的一切，对不对？有天使在天啊唱歌。有牧羊人啊，在地听到天使的讯息去传播福音啊，有星星啊引领山王来朝啊，有马槽，有圣婴，这都是圣诞节的标记。但是呢，过了昨天晚上，到了今天圣诞节日，我们的读经呢，没有这些啊，没有牧童，没有天使。我们回到了圣言啊，圣言成了血肉，成了人，居住在我们中间，世人并不认识他。就像刚才那位年轻人啊，血气方刚的赶着上路，赶着到山上去遇见天主，却在山中央跟天主错过了，错失了看见天主。那我们问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认识天主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第一，我们以为要到很遥远的地方才能看到天主，就像刚才那位年轻人一样，他以为要到山顶上去才能够真正与天主相遇，是不是？好，我们做教友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们有没有喜欢去朝圣的教友？有没有？每一年啊要花多少钱啊？我们都很有钱，对不对？啊，我们要到哪里去朝圣？去路德、法蒂玛、去罗马、去圣地啊，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要去约旦河，去走天。耶稣曾经在世走过的这个道路，朝圣成了一个潮流。但是呢，我们并不记得天主就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无法在平日的生活，我们的家里头去遇到天主的话呢，跑了这么遥远的路，到了耶路撒冷，同样我们也找不到天主啊，这是非常我们必须要谨慎的。那还有呢？我们人，我们的专注力已经放在其他的地方啊，我们无法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更能专注的去体会天主与我们在一起。现在的人受到的诱惑，受到的这些是很大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什么？特别是年轻人，手机是不是 handphone 从一开始一
早起身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手机啊，看讯息，看有没有朋友跟他 WhatsApp 啊，看个 Line 啊，在工作也是一样啊，工作到一半还是要看手机。所以呢，我们啊已经无法在平日的生活中去体验天主，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诱惑干扰我们了啊。于是呢，我们以为我们必须要到很遥远的地方才能遇到天主。我们不知道天主居然居住在我们啊人世当中。这里在讲第二个故事啊，有一个阿嬷，她开始年老失了，于是呢，她的孩子非常担心这个阿嬷啊，有一天会走失啊，走出去就啊走不回来，是不是？于是呢，啊24小时看顾她。啊，把他关在家里头，啊，可以给他随便出门。那有一次呢，因为家人不小心，啊，他自己溜出去了。他溜到公园里头去，啊，他想要到公园里头去找天主。啊，在这个同时的当刻，啊，有一个小朋友，6岁的小朋友呢，啊，他也要离家出走了。他把他的那个书包带了一些汽水，带一些饼干，他也要去寻找天主。于是呢，他也在公园里头去，这样子一个老阿嬷和一个6岁的小朋友是在公园里头遇到了。他们坐在那个公园里头的那张椅子上，然后他们开始闲聊了。然后这小朋友呢，话很。于是呢，都跟阿妈跟他讲话，阿妈就坐里听着，然后听他讲话，两个人开始交流。那个小朋友告诉阿妈他的一生，他对生活的这些希望，希望他长大之后能够成为工程师，他的一生他希望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他喜欢看些什么书，他喜欢喝汽水，他喜欢吃饼干。于是呢，他把他的书包里头的饼干、汽水拿出来跟那个阿嬷一起分享，一起吃。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早上。结果呢，这个阿嬷的家人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很匆促的到整个城市里头去找失踪的老人，结果在公园里头把他带回家里头去。于是呢，那个家人就责问他说：“你不知道我们担心你吗？你怎么就跑出去，医生也不讲，我找你找了好半天，还以为你不见了呢。”这老妈怎么跟他的孩子说呢？说。我在公园里头，我遇见了天主。他是一个小朋友，我都不知道天主是一个小朋友，而且呢，他话很多。天主的话一直讲个不停。而且天主呢，他喜欢吃饼干，他邀请我一起喝汽水。这样子，那小朋友也回到家里头去。他的父母亲就问他：“你今天早上去了哪里呢？”他说：“我到公园里头去，我也去找天主。那我也找到天主了。在公园的一个椅子上呢，我跟天主交谈了好久好久。我竟然不知道天主是一个老阿嬷，而且呢，他的话都很多。他也跟我一样，他喜欢吃饼干，喜欢喝汽水。”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故事中，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天主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毫不起眼的四周围的这一些人，也许我们并不觉得他们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天主在他们身上跟我们相遇了。如果我们没有专注，我们没有我们还是忙着劳劳碌碌的再去寻找我们自己的方向的话呢，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就错失了跟天主相遇的这一刻。
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些事情啊！不要以为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坐啊48小时的飞机到路德到法蒂玛才能与天主相遇，天主就在你家中，就在我们左邻右舍当中，在我们的家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啊工作，我们的公司里头，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同事身上，天主每一天与我们相遇。那我们有没有认识天主呢？所以今天的这个福音啊，圣言成的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啊专注的，让我们回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时刻，然后让我们能够啊体验天主，不要走太远，回到我们的家里头去，从我们的孩子身上开始去看天主，从我们的孩子的孩子，你的孙子啊，你的外孙啊，都是天主赐给我们的礼物啊，让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原本的这一切。因为圣诞节正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圣言啊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了。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起立念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有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得救，从天降下。Thank you.
Gabriel 还有 Cecilia 林夕接受我们刚才所承认的信仰吗？ Ali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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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愿意给 Alicia 还有 Gabriel 林夕接受我们刚才所承认的信仰？各位家长和代父母，你们接受的基督之光，要使你们的子女在基督的光照下，成为光明之子，保持信德，善度一生，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能和诸位圣神共饮于天庭。让我们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欢迎！我是他们一家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今天我们的天主救主显示了他的慈爱与人性，不是由于我们的义行，而是出自他的爱心。现在我们向天主恳切祈祷，请为整个圣教会祈祷，求主配将恩宠，使他成为世界之光，领导人认识降生成人的救主，承认他，朝拜他。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垂听我们。请为一切执政者祈祷，求和平之王使他们以公义、慈爱治理人民，从而缔造真正的和平。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垂听我们。请为寻求真理的人祈祷，求主启示他们了解救主的圣爱和他在马槽里所显示的爱的奇迹。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垂听我们。请为我们的教友团体祈祷，求主赐给我们圣德，使我们以教友的神圣生活显扬基督的荣耀。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垂听我们。我们现在静默片刻，为各自的意向祈祷。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垂听我们。上主，我们的天主，你派遣的圣子降来人间，解救我们的疾苦，求你垂听我们恳切的祈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天使，求长长。
各位教友，勤恳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您的手中收纳这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在今天的庆典中向你献上礼仪，求你悦纳，使我们接着所举行的圣祭，促成我们与你之间的充分和好，并使我们对你的敬礼达到圆满的境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全能有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你荣耀的星光借着圣子降生的奥迹照亮了我们的心目，使我们在身上认识降生可见的天主，而羡慕那不可见的美善，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求你的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诸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耶稣圣父，一切荣幸和荣耀，今日基督耶稣基督在基督内，并且把圣神送给你，直到永远。
Yeah.
还有在卡门的神父们一起啊，祝大家一切的平安、喜乐、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这个礼拜五呢，拜五啊，下午有傍晚七点的弥撒，特别给孩子们祈祷。那么你就可以带一个 baby 小孩来参加弥撒，弥撒后一个也特别的祝福给这些小孩子，谢谢。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加福你们。阿门。弥撒礼成，你们去传福音吧。感谢天主。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